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 Y 购爱开箱，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Sasha。Hello， 今天 Y 购爱开箱直播拿好康，马上又有好礼要送给大家喽！来，各位朋友赶快进来哦，赶快求救你的朋友们，赶快一起进来，然后跟我们一起参与好不好？赶快一起 Together 陪伴着我们。然后我在手机这边也监视着你们，赶快进来，哈哈，赶快赶快，大家一起来帮。跟我们互动留言好不好？那今天我们一开始就有好康要大放送。首先就是我们的雅虎购物中心购100块的购物金，只要你们在下面帮我们留言、按赞、分享，就有机会抽到我们的 Y 购的100块购物金哦，是不是很不错？一开始就直接送钱了，有没有？来，大家赶快手脚要快，赶快加入哦。那各位朋友都加入了吗？哦，已经有人分享了，感谢你，太开心了，谢谢你捧场。然后，那我们接下来等一下就要那个介绍我们的新的新品喽。那节目中大家要赶快仔细听我们的 Jason 哥帮我们介绍的内容，这样子我们等一下就会考你们题目，然后你们就可以回答，回答以后就送你们大奖，好不好？来，赶快。那我们今天要来开箱，就是在我旁边这一台 AOC 最厉害的超强新品。27寸 4K 的 IPS 电脑萤幕，然后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我们原厂 AOC 的堪称电竞校园电竞一哥 Jason 哥来帮我们介绍，欢迎。嗨，大家好，我是 AOC 的 Jason。那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这边做直播。那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这一台的 4K 显示器呢？这是我们的 AOC U2790VQ 哦，这边有写，可以看得到，就是我们这台，对，这是我们最新的一个 4K 的一个显示器哦。那这一台就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就是这是在五月中旬才刚到台湾新上市的一个商品。那整个外观设计真的是蛮不错的。那至于它有什么样的规格特色呢？那这边我会一一的帮各位做完整的一个介绍。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部分，可以看到这一台其实它本身是所谓的 IPS 广视角面板。那其实大家都知道 IPS 面板也是大家会觉得是比较好的一个面板，所以说我们这一台所搭配的就是所谓的 IPS 的广视角面板。那当然你可以看到外观就是一个所谓的三边极窄边框的设计。那极窄边框也是目前我们所看到就是蛮一个我们的所谓的边框做极窄，是超薄的部分，这也是比较所谓的时尚的一个设计的部分，比是皮还薄。对，其实这跟我们现在在手机一样，其实手机也是又是所谓的极窄边框、超薄边框，就是无边际的部分。那萤幕的部分我们也是做到所谓的三边极窄边框的一个设计，那可以实际看一下我们这一台萤幕的部分。那再过来呢，当然我们刚刚有讲过了，我们这一台是所谓27寸 4K 的一个显示器的部分，所以说这一台就是所谓的 4K 的一个超高解析度的一个解析度的部分。那解析度是所谓的3840×2160的一个解析度的部分，这是所谓的 4K 的一个解析度。刚刚有一个同学他在问这是几寸，这是27寸，其实27寸 4K 这真的是非常厉害哦，各位同学。然后刚刚还有一个那个朋友问说，哎 ，4K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Jason 哥，请问一下 ，4K 是什么意思 ？4K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纸板所写的一个规格特色哦，本身它的解析度所谓3840×2160，因为一般我们一般的萤幕家用萤幕其实最多的就是1920×1080，就是所谓的 Full HD。那可以等同我们看到所谓数字，它等于是 Full HD 的一个 double 的。所以说它的解析度、它的画质就会更细致，所以画质就会更漂亮。所以这是我们最新的一个技术，所谓的 4K 的一个显示器的一个商品哦。所以就是说 4K 相较于我们一般就是平常我们现在用的，比如说顶多 2K 嘛，那等于说 4K 就可以看到的比较多、比较广，然后又比较漂亮呢。对，因为我们的 4K 来讲的话，它的画质就会更加的细致，所以说你可以看得到更广，然后画质会更漂亮。哦，这是一个 4K 一个特色一个部分哈。就是有时候我们在看影片或是图片的时候，有一些法流啊，
那些细致度或是那个就是细节的部分，我们都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是是的、嗯。那再过来的话，我们要做介绍的是说，这是一台所谓的10 bit 那个色深的 RGB 的一个显像。一般我们一般的萤幕都是8 bit 而已。那这一台 4K 它是10 bit 那个色深的 RGB， 所以说等同是说，为什么它画质会更漂亮、更细致，就是它已经有到达10 bit 那个色深的 RGB 的部分。那这一台也同样有具备 VESA 功能的壁挂，它是100×100的哦。因为很多客户也喜欢是说，我有空间的问题、嗯，那我不是只有立在桌子上面，我可以做壁挂，所以说本身它也是一个可以做壁挂的一个功能，一个壁挂的萤幕的部分。對哥，我知道，我同事他就是都是用两个萤幕这样子拼起来的，然后他的桌子根本摆不了就是那么多东西，所以他就是很需要这种壁挂的功能，就是比如说有那种双支架，然后啪就接两台，然后接在一起，對，而且。我刚刚突然想到，难怪设计师都要使用像这样的萤幕，因为它是超级窄边框，有没有？然后两台拼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双萤幕这样相接，其实它中间是几乎是好没有缝隙的感觉。然后像这种时候，你在作业上面，无论你在剪片啊，还是打 game 啊，或是看影片等等的，其实都是非常方便。等于是说，你把两台萤幕当成一台超大的那个超大的一台那个电脑萤幕来看就对了啦。反正就是有壁挂功能，其实我以前我自己实在是搞不太清楚，后来我就看了蛮多同事在用，我觉得真的非常方便哦。其实刚刚有讲到一个特点是说，机载边框其实就等同是说，如果是使用两台萤幕拼接的话，它就会更加的一个完整，因为像以前我们的萤幕都有做边框，那你边框看起来就会蛮厚的，所以说等于说你如果两台是拼接起来，其实你还有中间的一个黑色的隔线，会是蛮大的。那做到机载边框，其实就是有这个特色，它就可以把两台结合起来，其实你的画面看的就会更完整，就会更大哦。这是机载边框一个特色的部分。那壁挂当然就是可以去做这样一个支撑，那也另外一个是可以做到节省空间的一个设计的一个蛮不错的一个功能哦。了解。那再过来的话，我们这一台 4K 的显示器的话，那当然已经是到达 4K 的，所以说我们的界面所提供的就是HDMI 1.4 的有一个， 2.0 的有一个，然后当然还有到达最高阶的DP 界面，我们也有一个输出的部分，这是我们在输出界面的一个部分，我们已经有达到 HDMI 跟 DP 的一个设计接口的部分。那再过来跟各位做介绍的是这个，它有本身就是所谓的近蓝光跟不闪屏的技术，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最近其实这一两年来，其实台湾一直在讲所谓的护眼机制，那为什么要做到护眼机制呢？其实就是不外乎就是很简单，就是要保护我们的眼睛嘛。因为我们一般人真的是使用手机或使用萤幕的时间真的是太长了。那现在我们的萤幕都有做到所谓的近蓝光跟不闪屏的部分。那不闪屏就是说你的萤幕画质就不会有做闪动的状态。那你如果萤幕不闪动的话，就不会去影响你的眼睛，就不会过度的疲劳，那近蓝光就是一样，就是跟我们一样玩手机一样，你玩太久了，你没有近蓝光的话，就是会产生之前大家提的所谓的黄斑病变啊，这些一等等的部分。那这是我们这一台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有所谓的护眼功能一个机制部分。我们展示一下我们画面哦。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画面，其实真的是非常清楚。刚刚不好意思哦，那个萤幕暗掉了，然后其实对萤幕暗掉了，对，休眠了，不好意思，我们马上打开让大家看一下这台萤幕有多漂亮、多美丽哦。是，那再过来的话，我们再讲最后一个的一个部分哦。我们 AOC 的哎哥，对不起，让我插嘴一下，我刚刚一时间那个没有补充到，这是我个人的那个心声哦，就是那个刚刚讲到护眼这一块，因为其实我们家的那个萤幕就是蛮久了，用了两三年，两三年以前的萤幕，其实好像在护眼这一块，我觉得没有做很足。老实说，我经常看了就是头昏眼花，然后我妈大概看了十分钟，她就在那边叽叽叫说什么啊，眼睛很痛。所以我觉得其实刚刚跟你讲到的这护眼功能真的非常重要，因为其实一台好的萤幕
可以帮你顾好你的眼睛，还有顾好你爸爸妈妈的眼睛。眼睛是心那个灵魂之窗啊。那但是一台不好的眼睛，那个一台不好的萤幕哦，就会让你戴眼镜，加深你的近视那个度数哦。那所以各位朋友其实都要注意留意一下，真的是眼睛要好好保护。那个我们赶快换一台好一点的萤幕，这样子就可以保护我们眼睛，这样你也不用再花钱买那个一大堆有的没的什么隐形眼镜啊，什么有的没的。好，总之就是顾好你眼睛就对了。好，哥继续。因为其实因为我们大家现在都是长时间在工作上，其实用萤幕的机会真的还蛮多。其实用萤幕跟用手机，其实时间来讲其实都差不了多少，都还蛮长的。那所以说你的选择萤幕有选到要所谓的护眼机制，所谓的不闪屏跟近蓝光的部分，其实就可以讲真的会降低你的疲劳度，不会让你那么的不舒服哦。当然是说这是会有一个有这个萤幕功能的话，就会让你比较舒适一点。我不敢是说完全是不会，只是说我们还是希望是说不要长时间使用。对。可是我们也提供硬体设备，可以让你比较舒适一点，可以长时间使用。没错，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叫妈妈不看韩剧、不追剧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就是要帮她做一个那个 A。那个 Plan B 哦，就是帮他买一台好的萤幕，保护他的眼睛，这样他才可以就是舒适的追剧，好不好？各位，好，那再过来的话，我们跟各位做介绍是说 AOC 的话，我们是在这边是做3年的保固哦，3年的机器的保固，那我们会到府收送，这是我们所做的一个保固。那我们还有一个比较贴心的是说，我们有一个免付费的0800的客服专线。那就是0800-589-807，只要任何你购买 AOC 的商品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打这一支免付费电话，那就会有我们的专人会帮你做完整的售后服务。那这个是我们 AOC 对我们的 user 购买了以后所做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售后服务的一个保证的部分。哥，我又有问题了。来。请问一下，意思是说你们会有人到我家帮我收吗？是的，只要你拨打在3年的保固里面，你只要打这个0800的电话，那我们就会有专人跟你做完整的一个记录资料，那就会跟你确洽谈时间，会去做来回的收送件的部分。那我家在5楼，没有电梯，他也可以上来吗？当然可以。好，那太棒了。因为哦，这真的很麻烦。之前我要换萤幕的时候就是这样啊，然后还要我自己送到哪里，然后去维修啊什么鬼，我就麻烦死了，根本没有箱子装。后来我把它丢在一旁，根本没在用了。但是我觉得这服务真的非常方便，等于说有人来帮我，就是直接帮我拿，我觉得非常好。而且我们家没有电梯，所以就是如果你们愿意爬一下，我真的非常感动，心存感激。是的，所以说这是我们对我们的 AOC 的忠实顾客，我们所做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机制的部分。所以全台都有了。是没有错。朋友们听到了吗？全台都有，去你家帮你收，等一下就直接买了，然后旧的那个萤幕直接改淡蓝调，好不好？好，来，接下来。那刚刚我们讲了那么多的硬体规格的部分，那我们也实际上让各位看几段的稍微的影片，可以看到画质 4K 的画质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呈现的一个部分。这是我们公司所做的一个形象片，这是 AOC 的一个 4K 显示器的形象片。那你可以看得到它的画质跟你目前所用的 Full HD 一般萤幕的画质到底差在哪？其实你可以看到它的画质在色彩饱和度真的就是蛮高的，因为刚刚讲的一般的萤幕都是所谓的8bit 的部分，那我们这一台是到达 10bit 的，那解析度也到达 4K， 所以说你可以看得到它的画质跟饱和度真的是还蛮漂亮的。我其实真的讲真的，真是还蛮建议各位的，真的是可以去买一台回来体验所谓的一个 4K 的画质。那这是我们公司所做的一个 4K 的一个画质、一个形象、一个展示的部分。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不是我们那个后置的哦，它这个真的是整个投影出来就是这么的漂亮，这么的有饱和度，颜色就是那么的鲜艳。然后包括刚刚你看到背景有一些什么树叶啊，那个细节的部分其实都看得非常仔细，看得非常清晰，真的是很漂亮。
那刚刚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所谓的形象片的部分，那当然我也当然是我们上网稍微可以看一下，因为其实也有朋友在问是说，那买了 4K 的荧幕，那到底我怎么用？其实我们可以来讲，其实现在 4K 的来源真的还蛮多的了，我不外乎所谓的 YouTube 的部分的一个影片，其实你搜寻 4K 的画质的影片，其实就可以搜寻到很多，所以说不用再去担心是说你买了 4K 到底有没有用得到，那没有来源怎么看？所以说我们大概会展示几个影片，大约给各位看一下。其实网络上面这个是 YouTube 的一个部分，那你可以去搜寻就很多，那我大概介绍一两个部分其实这个部分是一个 4K 的一个烤鸭的部分可以看到它的画质就蛮漂亮的一个部分就讲到烤鸭又饿了，我饿了哥，那这里饿了吗？我饿了，真的，那时间到了，因为它这么清晰是想饿死谁啊，真的。那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所谓的那个YouTube 又有广告，真的是有广告，不好意思休息一下好，那这个我们给各位所看到的这个是所谓的风景画，其实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海浪的一个浪花跟树叶，一个绿色的部分跟蓝色的部分，其实它的一个渐层来讲，海洋的一个渐层其实都可以看得蛮清晰的。那这个本身就是 4K 的一个部分。那 4K 刚刚我讲的是说，你可以看到这个设定部分是播放一个 4K， 那你只要有 4K， 你可以去挑选这里选择 4K 的画质，那你所播出来的这边有显示，就是一个所谓的 4K 的一个画质你可以看得到还蛮清晰的一个部分。那再过来呢，我们再挑选一个好了，这是一个监视器的一个部分。那监视器这个部分可以看得到，它有是对等比较所谓的 HD 的部分跟 Full HD。跟所谓的 4K 的解析度，那这个要看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可以看到后面这是 4K 的那个摄像头所拍摄出来的，可以看这是一台车子进来，那它所呈现的这个画质要讲的是说，左边这个是 HD 的，右边是 Full HD， 那最下面是 4K 的。4K， 那你可以看得到这个画质所呈现是说，在 HD 你所拍摄出来的，真的是模糊的，对，那你也完全看不到。对，那 Full HD 好一点，可以用模拟辨识的，或许有机会可以做得到。可是你看到最下面的 4K 的画质，其实就可以做到完整的一个呈现。所以说，现在是那个所谓的监视器都已经有 4K 的摄像头了，其实你也要有一个所谓的匹配 4K 的一个显示器来讲的话，其实才有做到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功能的一个呈现。否则你是一个模糊，你等于是买的好一点的，可是你的东西没有匹配的话，其实是也是没有用的。拍得再好，但你投影出来看不出来，马西波好是。那刚刚就是我们刚刚有讲过，我们现在 4K 的摄取来源真的是还蛮多的。不管是用所谓的手机所拍摄 4K 的影片，或是所谓的 YouTube 就可以找到 4K 的影片。所以其实现在来讲，其实摄取来源越来越多。其实现在目前去购买4K 的显示器，其实真的是还蛮划算的。而且其实真的是，以前我老是觉得 4K 我可能用不到，就是感觉好像这真的很高规，不是我这种一般平民小老百姓可以用。但我后来发现，其实真的蛮多地方可以使用的。因为像刚刚就有人在问啊，就是像这种 4K 的电脑萤幕，大概可以用在什么时候，或是适合什么样的人在用呢？好。其实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一直也在讨论这个东西其实以前 4K 的萤幕真的是比较少，那现在萤幕 4K 的会越来越多。那当我们是先推出一款27寸 4K 的部分。那其实刚刚我们还有另外，我们讲的都是影片的部分。其实在游戏机，我们所谓的 X80 万或是说 PS4，其实都已经是支援到 4K 的解析度了。对。那刚刚讲的是影片，那我们现在刚刚讲的那两个是所谓的游戏机，是游戏机很多人都有，可是以前都没有那么高阶的一个解析度的萤幕。是，其实我们这一台27寸 4K 的就很适合，也可以是你在玩游戏机的部分，也可以去做一个比较完整一个搭配。因为刚刚有讲了，我们本身就有 HDMI 的接口，也有 DP 的接口，那就可以跟你的游戏机都可以对等接头。那游戏机 4K 萤幕当然也要 4K， 那你的画质才有办法做一个完整的一个呈现，这是在游戏机的部分。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在美工制图或是在做影片剪接，我像我们在录制的话，其实有些设那个录影机摄像机的话，其实都有所谓的 4K 的解析度的摄影的。那你如果是在做所谓的 4K 高解析的一个录影的剪接的部分的话，其实 4K 的这一台其实会也是蛮不错的一个商品哦，这个可以给各位多介绍这样子。哥，想问一个问题哦，有人问说荧幕有几种调整的角度啊？哦，荧幕可以几种角度？其实我们这一台的话，因为我们这个角度是这个，这我们是可以做一个仰角一个调整哈、哦。其实我们可以这个都可以调整，稍微演绎一下 哦，可以看得到。对，它其实调整的角度还蛮大的，可以就是。比如说有时候上班的时候累了，站起来边用电脑，你可以把就是萤幕抬高一点，这样其实也是看得非常清晰的哦。应该是说这个我们不是一个固定式的一个角度而已，它本身就刚刚讲我们有操作过，它本身就有一个一定的一个角度可以让你做最佳调整的一个方式的部分的。对，了解。好、哦、那哥，其实你介绍那么多非常详细哦，那其实观众朋友刚刚留言非常多，就是最重要的问题来了，这个萤幕到底要多少钱呢？哥，请问一下我们这台原价要多少钱哦？我们这一台就是刚刚有跟各位说明过，我们这一台是在五月中旬才刚新上市的商品，那我们这一台新上市的价格是在8888。什么？那今天当然今天我们在做直播，在雅虎这边做直播的话，我们有一个特惠价，我们有特惠期间，就直播特惠期间的话有三天的特惠期间，特惠价格是6988元。没错，6988元，减等于说我扣一下哦，8888减6988，意思是下杀1900的意思吗？对，因为我们这是在针对所有在直播的这种档期，我们是优惠了1900块的一个价格，给目前所看到的朋友都可以直接用这种价格来做购买的部分。天啊，真的太杀了！可是哥，你今天都来了，只有价格下杀，你觉得安内干美赛？那当然的话，我们在做直播这个当下，我们在我们的外购这边的话也有做连结，其实你可以去购买。其实我们目前也会有做特别的赠品，那我们会有特别加码的一个所谓的耀月 TT 的一个建书组，那还有另外刚刚各位看到这个所谓的 AOC 的电子手写板，就是这一块 AOC 的电子手写板，这一块的话也稍微简单介绍，这是一块蛮不错的一个电子手写板的部分，它本身就是一个可以手写的东西。那这个东西你的用途会是坐在哪里呢？其实你在会议的一个所谓的笔记本啊，我们在做环保节能减碳的时候，其实它就是一个不错的商品，你在做会议记录的时候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笔记。是的，可以来做笔记。那后面的话还有一个不错的，请问写错了该怎么办？写错了这样子擦是擦不掉的，擦不掉的哦。我们后面有一个所谓的垃圾桶的一个符号，只要你一把它按下去，它就不见了 ，clean 哦，它都不见了。那后面呢，还有蛮特别一个设计哈。其实这一个可以看到，这里有一只滑鼠，它本身也是所谓的鼠垫，都是可以当成你的鼠垫使用。那还有所谓的一个齿规的部分，没错，可以做使用。那这两个部分呢是什么用呢？它是两个贴那个磁铁。那这个东西你可以粘着在任何的铁制商品上面。那你可以当成一个 memo 的部分，我可以贴在所谓的冰箱上面啊，你可以把你今天要吃的菜色啦写上去，留言给老婆好不好，就当成你一个许愿板、啊、情人节的时候留言给老公好不好。对，我可以把你要所特别备注的一个话啦，或是说那个留言什么的，可以当成留言板或当成许愿板哦，所以说这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电子手写板一个部分。没错，而且如果说情人节我今天想说我要一克拉，前一天晚上写我要一克拉，隔天睡醒啊，我要两克拉，赶快一克拉，赶快改一下，改成两克拉都可以，马上改好不好？老公要记得看哦，好不好？杰森哥你要小心喽，家里要准备喽。好、哦，那。原则上其实我们就是等于说今天这台萤幕
8888下杀到6988，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再送那个 Jason 哥加码送那个耀月的电竞键鼠组，价值1580块，然后还有我们的电池手写板，这些东西加起来，我帮你们刚初算了一下哦，我们荧幕就现省1900了，然后键鼠组价值1580，然后那个手写板本身又价值890，全部 total 加起来，我告诉你们可以现省多少。4370有没有超便宜超划算的，等于说这台萤幕你根本就是用半价在买到的，好不好？大家赶快手刀抢购哦，今天6988只特价3天，然后我们那个限量送的赠品是限量的，好不好？各位同学，薛晨哥来就这么一次而已，那个赠品不是源源不绝哦，大家要赶快手刀抢购啊，抢完没了就没了哦，大家要快点哦。好的，大家最关心的议题来了，刚刚你们有没有认真在听 Jason 哥讲解呢？有认真听的话请回答下面那个，因为请回答我下面的题目咯，因为等一下我们 Jason 哥除了带来了下杀的价格还有优渥的赠品以外，他还另外加码了其他赠品要送给大家，那我们现在就是告诉大家我们要送出什么挖沟来，这个行李箱，我们 LC 的那个限量20寸行李箱，其实这行李箱真的做得非常精致哦，而且它的滚轮非常的好推，所有那个电子锁啊，然后拉杆啊等等的，然后刚刚我试那个节目还没开始的时候，我试拉了一下，超好拉的，根本就是你知道要去哪里都没问题，比如说你登机啊，或者是那个2天1夜去那个什么去南部玩，都带这卡就丢丢啊，好不好？然后除了这一个，我们会送挑出一名幸运的得奖者以外，大家不要灰心，还有其他名额。桌上主持人桌上放的这五个杯子也是要送出去的，这个是什么东西？不要以为我那么渴要喝这么多饮料哦，就是这个是我们叫做不倒翁咖啡杯。那其实什么叫不倒翁咖啡杯呢？来了，我来示范喽，快！倒了，完蛋了，我推得太用力了，对不起哦。其实它这个不倒翁咖啡杯是那个下面是有吸盘的，然后它就可以这样推，粘在桌上，然后粘在桌上以后，然后你这样推，完全都不会倒，完全不会倒，有没有？有没有？除非你是用踹的啊，不然我刚刚那个使劲太大力了，不然基本上是不会倒的，因为那个本人就是很容易打翻饮料，这个杯子实在太适合这种那个上班族了，有没有？然后但是你只要稍微用一个巧劲，拉一下杯子就那么轻松拿起来，然后你就可以这样享受你美味的饮品，这样真的非常方便，上班族真的非常需要哦。然后我们也会抽出五位幸运的得奖者来得到我们的这个咖啡杯。那最后我们的题目是什么？题目就是回答出我们这台萤幕的型号到底是什么呢？来 ，Jason 哥，不要说我们不告诉你们答案好不好？来，我再说一次哦，今天请回答我们的那个 LC 27寸 IPS 4K 电脑萤幕 U2790VQ， 别。你不要大家赶快注意一下，我已经在公布答案了，好不好 ？U2790VQ， 赶快在我们底下留言，然后按赞，回答问题，艾特两位朋友，然后分享出去，你们就有机会，就会有一个幸运的得主，然后得到我们的行李箱，然后还有五位可爱的朋友们也可以得到我们的那个不倒翁咖啡杯。好，来这么棒的礼物，大家是不是就是心动了呢？大家赶快留言吧，赶快再一次帮我们按赞、回答问题、艾特两位朋友、分享出去，然后这样就可以有机会让我们抽出幸运的朋友来得到我们优渥的奖品。那最后呢，我们还是要再那个重述一次我们优质的商品，它的价格是多少哦？来，这台我们LC 27寸 4K。高解析 IPS 电脑萤幕，原价8888，现在特价只要6988，然后 Jason 哥限量加码我们的月耀的电竞键鼠组，价值1580，然后还有我们可那个超级实用双多用啦，简直是三用的一个电子手写板，也是要同时送给大家哦。那大家赶快。赶快留言，赶快留言，那我们就可以抽出幸运的得奖者，然后也可以赶快购买下刀。
那现在就手刀下购好不好？拜托。然后另外我们按赞、留言、加分享，也可以再另外抽出送100块购物金哦。大家赶快留言，拜拜啦！那我们今天就节目到此结束喽。